老板这边，老板加加油啊，加加油，咱这边 PK 一下，看哪边先到啊。这边人上的挺快的呀。这边老板分享一下直播间可以。搞一个杨老师的短裤。没有啊，没有啊。啥意思呀？语助心神。喂，啥意思呀？捡起来啊！今天模特不挺好看的吗？你看最近是不是今天最好看？啥意思吗？怎么天天找这样的模特？对，站点不到，给你们看后脑勺。老板，给我老板一千，爱心，给我老板快，爱心，爱心，爱心，点起来，点起来，长按右下角就好了啊。给你们发个福袋吧。给我老板发个福袋啊。老板爱心点一下啊，感谢啊。啥意思啊？没人点了，咋回事啊？点赞就可以领取福袋了啊，给我老板。哎，一千五了，一万开奖啊，各位老板，一万开奖啊。三位老板点了，四位老板点。追梦人来了啊，好，来老板爱心点一下，配合一下好不好？好的，感谢啊，你先来一千。这多少有点说不过去吧，有点不太好看吧。啊，你那几个人在这里点，你们大部队都在后面看吗？咱都那个，别墨迹啊。我感觉有点不太好。点赞先破一万，好吧。一个人点一百。一万开减啊。就一万。咱辛苦一天了，晚上可以早点休息是吧？一个人点一百，他就十万了。需要你们长按右下角就可以了，而且今天晚上给大家剪一款超短超短发，手都麻了啊！感谢你啊！对，咱爱心点起来，是不是？平时看商业的嘛，你们说看腻了，今天给你们分享一款不那么，就是比较有创意的，好不好？给你们换换口味啊！那你们看一看我们这个体系。可不可行？可以的，上推子可以，先破一万上推子啊。对。2700的啊，各位老板，2800了。89位老板别偷懒啊，还差8000啊。只需要你们长按右下角就可以了啊。老杨，今天这个什么设计灵感？你没看到我剪过的多少个？不需要你们干别的，是不是跟上课不一样？后天是不是上课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是不是？分出来的全都给什么？分出来的全都给推了，分分钟破一万，破十万。那你来推，打来。先要是今天能破十万，先来一推的啊！今天十万破十万，先来十万爱心先。来一推子啊！我们剪完了，他们都点不到十万。不要上，对，不要说上推子了，是不是各位老板？啊，你们今天只要敢点到十万，我就敢推。今天分区不一样，对，今天剪的不一样啊！今天超短发啊！老板，爱心，爱心先点到一万啊！动一动你们的发财小手啊！3900了，4000了，哎，努力，还差7000。小夹子，老板，小夹子没有了。哦，先剪啊，今天先剪啊，问力。今天不一样的啊。对。你看，只有七个人点啊，100多位老板。没沟通啊，没沟通啊，没沟通。等一下，你那个，你们好意思吗？啊，快！来，你看我，各位老板，你看我给你都拿一下，各个角度就拿一下，看什么分区的，咱都配合一下，好吧？爱心都点一下。我这边有25位老板，
这里显示抓紧的只有七位老板，你们想看到更干的，想听沟通啊？好的，等一下啊，先把爱心点一万，好吧？多点一点，好不好？老板，我们也更好有状态的。来看一下分的区啊，先看一下怎么分区的啊。等哪一天没有状态的，你们就看不到了，对吗？你看咱90个老板啊，他点了3000个分，3000个那个什么爱心，3000多。今晚剪超短发，婉宁。是的，感谢。这分区是剪高层是吗？对，是的，超短发啊。咱们一起辛苦一下啊！1000个到了，他妈1000个。我们点赞就专门点赞。咱说先剪10000，老板，那先点10000。玩就专门玩，你们上班就专门上班，好不好，各位老板？做事要有拿到结果。小五等于小五。老师这里坐一下，那你坐一下，你是拿多少结果？你个人，你看你追梦人，这一个人最多能点多爱心，你一个人都点1000了。马东管，一个人最多是100是200吧，好像，哎，不止吧？对，就像这样，爱心的。快，再点一下，你需要你们长按右下角就好了啊。我们各位老板新来的，再演示一下好不好？对，今天有很多老板还是在我们这边啊。感谢各位老板啊！祝今天点爱心多的啊，明天都开个大单啊！明天都开个大单。看到没有？它是有个自动点的，各位老板，啊，是不是很快很方便？你说你按住就行了，你按住这里，一边按一边看就 OK 了啊。等我们互动的时候，我们。到时候再互动就可以了，好不好？长按右下角啊，只要你按住这个大拇指就 OK 了。啊，这是什么地方？这是我们的店啊。你看这个门，我们的店里啊，杭州。喂呀，明天没事啊。明天烫四个头发被截胡了啊，那你多点赞，把别人的。明天接别人的活啊，今天点爱心多的啊，都祝各位老板明天开个大单，人生点点爱心，点点赞啊。看一下分区啊，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啊。画质怎么画质？哎呀，太假！你们其他展示馆都太大。来，再给老板画个胡子。怎么来的？来。对，今天早点啊，今天老板早点剪啊，各位老板也早点休息啊。真的假的？这边也清晰的呀，这边不清晰吗？那边亮一点。你去没分好，我头发都剪完了。老板，爱心别停啊！搂起来，爱心，各位老板啊！搂起来啊！咱130位老板。那这种老爷爷知道吗？这种底座就要解，这种就要解斜向钱了。你们终于等来一个斜向钱了。老板，直播间的老爷爷在不在？再打个赞。直播间139位的老爷爷再打个赞。今天晚上这种就适合要解斜向钱堆积了，看一下。斜前斜后，把这头走了啊！吹风机的声音。老爷看到啊，这种你看啊，从后部看一下，你看，头很大。在。你看到没有？这种就不能解决，这种底座要解
解邪情啊。来这几个吧，你的区没有分好，我头发已经剪完了，还是你厉害啊老板。来，今天所有老板把爱心往上点一下，感谢你们啊，往我爱心往上冲一下，冲到2万爱心冲一下，老板别停了。这个也是一样，将近100多，1000多个人，老板冲一下。对，后面太空了啊，马上我们再吹的话，我们客人在做，马上做完了。后面太空了，对，昊天，我跟你讲，这种今天晚上你不要走，昊天，我知道你是谁，昊天，你不要走，看姜老剪个超短发给你看一下，很精致的超短发啊，好久没有剪了，好吧，来所有人把爱心往上点一下，没有点关注的点一下啊，我姜老剪个很短的超短发啊。很经典的超短发，好吧，冲一下啊，苏老板冲一下，很经典，我把底座全部剪完，高层啊，剪不连接的超短发，我要剪不连接超短发，必须到最后啊，来爱心冲一下，来老板爱心冲一下啊，爱心冲一下，各位老板出来了啊，只有几位老板在那边啊，只有两三位老板。你这边这爱心多少了？你们好意思吗？这边冲到1万5，这边到2万。啊，冲上回点水。2万啊，老板，今天超短发啊，2万开剪啊。快，长按右下角就好了啊。来，咱还差1万啊。今天来个不一样的啊。对。今天分享超短发啊。咱爱心就这样。然后别停，1分钟，最多2分钟啊。是的，咱们点到15000。好了，还差9000多啊。对，最多2分钟就到了啊。对。关节也能点出来了。我们一起努力点的话，我们很快点上去了。我看现在几点了啊？13:23啊。咱到23:30。我们30啊，30啊。半点到15000，好不好？好吧。有没有信心？我看多少了啊？啊，还差8900，还差8800，1万了，快！对，老板，2分钟啊，2分钟啊，冲！老板，这边多少了？明明来了，好久没看到你们了啊！我能看到这些老学12000多，来，还差8000，我好久没看到你们了，我看你们头先知道是老学，00啊。来，你们说老板打个债，我看一下，有时候我认识的关键点的，来你们打个债，我看一下多少人。那个弄堂托尼，这个好像没有，黄飞鸿应该是老薛，昊天是的，秀克也是老薛，祁龙应该是老薛，阿凯应该是老薛，是吧，你们打债应该都是老薛债，应该是老薛，要不然你不会跟我配合啊，老板。对，阿德也是老区，新区他们不会打的，来所有人冲一下，对，没有文化都在。今天你们不要走啊，我剪个超短发给你们看，我剪的精致一点，好吧？我叫他剪个精致一点短发，你们不要走，老区也不要走，你们可以再怎么忙的看一下我剪个精致短发。老板别偷懒啊！啊，我剪个精致短的吗？是不是？课程怎么收？烫发收身，课程你私信就好了啊。私信就可以了，就有1万了。再把蛋白点上，对，感谢你们啊！冲一下，你看所有人冲爱心一下就点上，你要让那些少数的人再给你们努力的。我拿着手机，你们快点点一下，16000，16000了，马上破个2-3万，就破个2-3万，然后呢，这个直播间的活跃度就会高一点。还是希望你们老学帮我做一下数据啊。对。因为我们不做数据的话，来，我们不好解。咱们在1分钟之内解决，来拿着到的。今天他就不好播了，各位老板，啊，好不好？就是能，希望能够天天看到我们的话，就尽可能我们把数据做一做，好不好？把数据做上去了，我们也好播一点。不好播的话，我们以后就不播了，一直在点，是的。我看看多少了，老板，好了，19000了，老板19000啊，我是老学员，好，感谢老板啊。看隔壁都19000了，人数还没我们多了，多少呢？160，160，哦，我们这多了一半。这个人，这我13000了啊，各位老板。今天这个分区是没见到过，是吗？是不是？
现在这说老板还欠着，就因为那天开的那个店。多少了，大龙？在我两万二，两万一。在我底线老是常出来，怎么回事？我是老薛，来，老板。等一下，看看啊。老薛的照啊，来看一下。底座结什么呢？结斜向前了吧？看好，他底座很窄很窄的。希望老杨好好请个什么？还好啊，美业的人一般都休息的比较晚。嗯、对。我说实话，这来斜向前，底座很，这就说白就是三角，老板。看好。虽然我姐超短发，但是我干嘛还是再把多余头发干嘛去除掉？来，老铁告诉我这是剪什么？斜向前，斜向前一个点就是剪等长。这个是持续在收紧啊，各位老板。超短发的它的底座就是要注意啊，各位老板，这个底座可以吗？啊，看一下。因为你看它这里是一个倒转的两个角度。阿明，阿明是谁？阿明，老学员，杭州的。对，从下往上。这是什么底座？斜向前啊！老板可以吗？贵，写的精致吗？贵，你看看这个精致吗？可以，来，可以吗？有点三角底座，这就是三角底座是吧？这是斜向前啊！来，持续下一批啊！开始做。来，老板，我们的头型这里要加宽，持续加宽。扩宽的啊！三角是扩宽，是不是？那给你换个白色给我。那给你换这个吧，师傅。来，对，持续啊。嗯，非常好。好的话可以报个课程啊。每一片的收费大家。继续。我们在剪的话，各位，其实思路很重要，各位认可吗？对，超短发都是斜向前收紧嘛，这个斜向前是扩宽的啊。对，它后脑勺太窄。看素材的啊，看顾客的素材。各位，我先斜向前收，然后要斜向后收。吹风好吵，那边有顾客啊。来，我们是在店面，我白天要做客人的，老板。对，这个是连接的。这会儿顾客少了，然后才直播的。等到我们早就直播到每天晚上，这里的客人特别多。对，今天本来10点人的时候，模特都好了啊。
我也认识啊。在我们这边行业，听说现在是。啊？我现在熬夜吗？我认啊，我认，我认。但是熬夜不认什么？熬夜。不要，不要，不要。我跟你们聊，不熬夜就行了。有用。我爸原来喝酒喝的。感谢关注啊。谢谢。看清楚。只要它里面的东西就是含量足够的就行。你看好。觉得每一片会用不到太多，每个医院是开的情况开的药不太一样，就是医院进诊的药我们就用什么药。为什么要这样的斜着讲？我们要保留两次的宽度，不能收啊。斜着剪它会更收一点。不收啊？不收吗？这里是加大的。哦，那我们要给它加宽。对，加宽。你都还没看就剪完，是的，老板，下次要早点来啊。明天来，明天还有。那、啊、你看超短话，这个底座石头可以可以吗，老板？可以。郭老板，这底座石头可以吗？看一下。郭老板，这个底座石头可以吗？老徐，看一下。这个超短话石头可以吗？这样能加宽吗？看一下，有没有加宽？对。这超短发，老板，它不是怪的，它是超短发，可以，可以。感谢杨洋洋关注。啊，它的比例再长一点点，我再把你干嘛收短一点点，是不是镜头没看？比例长一点。嗯。红嘟嘟。对。就看比例。对，这个是连接的，全部是连接的，是吧？后面耳朵会不会有点空？是超短发，不是挂耳短发。挂耳短发这里它就放长了。超短发啊！或者说叫精致嘛，老板。千羽，你有啥问题？千羽。千羽，来。没有分享直播间，可以分享到直播间啊、哦！感谢分享直播间啊、哦！好，那个头站。梳顺，剪连接就是发皮干嘛？一定要小，一定要精致。
个连接跟后部做个连接。各位看一下啊，整个头都是连接的。蛮好的。嗯，蛮好的。嗯，来拿着。嗯，拿着。拿什么？拿这个。你拿什么？你互动一下。桂老板可以吗？哇，好精致啊！直播间的老板可以吗？来看一下。对，你要这样回答过来。嗯，哎，可以吗？老板，可不可以？可以的，打个可以。老板，推进一点吧，用一下劲嘛。可以吗？这边老板这边，我看看。看一下细节嘛。有没有回答？有没有说？细腻。太可以了，是的啊。可以。嗯，可以。谢谢多少人啊？不可以，非常可以，出去。多少人？老板。啊？多少人？七百多。七百多人。嗯。七百老板，七百个老板。给老爷阿姨送到33,000，好不好？等一下，应该会更多一些。老板，把阿姨送到33,000。合理，可以，还差10,000啊，才23,000。冲一下，老板！谢谢你们。我就让他截个纯连接的超短发给你们看。对，不可以的，出门左转。温柔给我。你们是哪里人呢？福建哪里人？福州的。哦，跟老狼一个地方。老狼是南平的。哦，南平的。要不南平，湖州，湖州我去过两次。南平那边，贵老杨，老杨很少解那种，老杨很少拉法片，用拉法片这种东西，偶尔解两个是可以的，一天解十几会解迷，会手会麻掉的，你知道吗？湖州啊，不是湖州啊。老板，看这。每一片高于我也是南平的老板啊，南平的有我们杨老师的徒弟啊，可以打可以啊，兄弟们，兄弟，每一层是水平面才能剪出这么好看，都说可以了，哼。7月17号到29号的课程怎么没有回复我？你这一会儿在直播啊，直播结束回你，我就回复你啊。你连线哪边呢？是结束了会回你的啊。解小法片就是要梳顺法片，找好角度。梳顺吧。跟后部做个连接。推一点，它对焦。拉老板看一下。拉远了。那个亲姐，什么？可以吗？贵。嗯。这小子调皮。刚那边不是水平画片吗？哪有啊？一直斜着，怎么了？哪有？现在角度低了，今天是连接的啊，今天是连接的啊，发觉没有高于划分线啊。老柴，是不是点关注啊？不是干美化的吧？好，第二层啊，第二层才是技术啊。来，接头记得跟我录个屏。没事，等一下应该会往上上的。谢谢多少人。现在1,000多一点，老师，这边老板，你们爱心给我截到33,000了吗？谢老板，能不能好久老杨好久没有冲过10,000了，给老杨破个10,000的爱心，来冲一下，看一下能不能好久把这气势拿回来，好不好？老板，来冲一下，冲到10,000，来，各位老板，好久没有冲到10,000，你要给老杨冲一下10,000，好不好？对，下去多少了？现在20,000，我看一下20,000几啊，25,000,000估计，25,000，冲一下，先冲个5万，好吧？先充个50,000，各位老板，老师超短话怎么不用横向？今天是连接的啊，今天是全部链接连接的啊。还是肌肉疼。这个能平衡分寸线一刀剪吗？哼，不，只能细着的嘛。别老晃啊！给老杨做个10,000爱心，好久。老板，今天咱破一下爱心，好。对。好久没有破过爱心了，天天应该都1万多2万的。
我都不好让你们点酱，点错了让你们吐一下。老板们不要走，回来，上人。你那边拿了拿都拿没人没人没拿了拿没了。对，这爱心点起来，对。三千多个人呢。三多人吗？对啊。超不下了吧？3223。来贵，像他的这种额头啊贵，额头偏，他的额头是偏短的。这女孩子，她长得很漂亮，但她额头是偏短的。她额头偏短偏窄，她的脸两侧就会偏宽。各位老板能不能看到？从镜头能看到，她的额头是偏短偏窄，会显得颧骨高，所以这两侧需要增宽。这两侧需要增宽，所以我单独分出来，老板能不能看到？所以剪超短发，超短发它的精致感、极致感。那我为什么看？你看这边为什么要斜后呢？因为这里不需要加亮，老板。这里不需要加亮了，这里不需要加亮，需要往后收，让脸产生一个什么水平面吃上去。但这里需要增宽，增宽干嘛？把它额头刘海干嘛？加宽，加宽顶起来。这里越宽，颧骨就越小；这里越窄，颧骨就越高。这句话听懂吗，老板？你们觉得我说的对不对？来，就是这里额头越窄，就会显得颧骨越高；这里加宽了之后，他额头干嘛就显得低了。来，能听懂吗？当懂，因为他是超短发，他不是商业短发。来，有没有听懂？听懂，打个懂。听懂，老板打个懂。来，这里斜后是因为干嘛？我要收紧他的脸侧，让脸侧拉长，有竖面感。这一次加宽是因为干嘛？我要加宽头发的刘海。老板有没有跟我互动啊？你们对，懂。就1000多人跟我互动一下嘛，老板。对，1500人，老板。1000万个人，老板，最起码2020年发。这个流量，今天都是他是跟以前不一样，知道吧？不一样啊！以前是抽一下子，妈跟坐火箭一样。他现在是慢慢的往上增长了，是。涨得啥？比较稳定。1000多了。来，说老板。视频。我录个视频。老板，回到那个什么直播的状态啊！来，老板，我们报一下，老板，你们来自哪个城市？看老板，谢谢你们，看看我来自你们，录一下，我看你们来自哪个城市，老板。来，各位老板，打出来，看看你们来自哪个城市，让我知道这个城市的人还在这么晚不学习，还在睡觉。来，老板，对，还有没有打字？有，新疆、临沂、合肥、武汉。谢谢老板。我打字来自哪里嘛？你们都不打字了吗？我让我知道这个群人是活的，是还是不在？还是是不是还在线呢？还有人在听呢？还有人发定位，乌克兰、成都、谢老板、河南、广东、山东、济南，哪里的都有啊？太原、杭州。来，所有老板冲一下，所有人在线的，给一人给宋老杨100个爱心啊！谢老板，是不是都打了？是不是真的吗？打了，是的。来，没有点关注点一下。来，魏老板姐，咱们来开始干嘛？那个谁呀、啊？庆姐，你们到包厢吹杯。来，来，郭老板看这个啊，你看啊，他的是这从前面到后面是窄的，来，看好。杭州的兄弟。啊，老板看一下。先设定长度，应该抬高点。来，水平设定长度，贵，额头越短，刘海越短。来，各位看好了，我们的划分线开始产生变化，斜向分阳啊。对，我们的划分线产生变化。减等长，那我这么去剪过，第一个啊，如果说拉到一个点裁剪，它两侧会越来越长，咱们在原位提拉出来就剪就可以了。我操，英日尼亚才来，英日尼亚。国外来，对，国外，他在国外，跟美国的好多，谢谢你。老板，老杨拉法票拉的可以吗？韩国的就是小。老板，你们是很少看到我拉法票吗？你是不是吹牛的？老杨拉法票拉的可以吗？你们把定位打开。啊，各位老板。各位老板，
他们说老杨不会拿法片。我也能看到芝麻吗？好的，贝贝啊，在叙利亚当雇佣兵，打完飞机做美化。这简化没见过，美化专家没有的啊。这个是壁纸版的啊，标准。各位老板看到吗？这个流向怎么样，各位老板？嗯。它的边缘线看到没有？边缘层次，这个就是你们说边缘层次嘛？来，可以打开，可以，老板。我们从镜头可以看到，来，我们从镜头可以看到，它的整个脸型的立体面就拉出来了。就整个形体就拉出来了，就该有的脸，它这个协调就有了，有没有？有哪个有？你看它刚这里是很窄的，然后我们从这边再往前面再走一点点，你看它干嘛？刚说这里很窄，我们是用这种层次视觉给它干嘛？慢慢去打开拉开。贵说好了，这个超短发它不是商业短发。再说一遍啊，说哎老杨为什么今天不剪这个？因为很少看到我剪这种，是不是？来，太可以了，今天得超短发啊。对，来继续。怎么是光光胡子？那么用？你不要乱讲啊！秋天，会。不要急，慢慢来，剪快你看不懂。今天是连接的啊。在原位提拉了。连接的不都是要慢一点吗？平时剪快了那个。不连接的，今天给你们看一下，那法片拉的，行不行？你们老是说，哎呀，不会拉法片呀，不科学呀，花里胡哨的呀。老板，你们是，因为你们一直看拉法片拉习惯了，所以偶尔看到老杨拉法片也不习惯。你去看看老杨的控制力怎么样，主要老板看看老杨的控制力怎么样。是的。啊？你看老杨是不会剪头发的人吗？我大发片都拉的好，小发片，小发片他肯定不用想嘛，是吧，老板？是不是老板这么是不是这么讲的？是不是各位老板？相知相惜啊，明天来看啊。你不喜欢看这个，你就明天看，明天会有大发片。来线下看还是真的？你明天看，来线下看。嗯，对。你在哪里也不讲。感谢关注啊，麦克。麦克来了，麦克。郭老板可以吗？对，二靠一，三靠二，拉法片。四靠三，可以吗，老板？哇，喷了很多，这小哥呢太帅了。这个视频发完了就很，大家好剪一下的话啊，谢谢。感谢关注啊，郭老板可以吗？这头发。这人直接提起来了。剪的方向是不一样，不一样。这个是不是这个有流向，方没流向是吧？就是如果说你拉过来剪过来，剪后它还是不一样，大把片小把片的区别，大把片会出来，超超会出。你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吗？嗯？等下来不，我告诉你。我不行，我不学哥哥。我讲的太核心了。靠片就完了，还讲那么多，这不得剪一个小时？这老板天天都喜欢看那个。现在多少人？现在4716人。这边呢？这边是1000。1000人。嗯，哪里1000？
郭老板，这轮廓看好了，轮廓看好了吗？郭老板，明天去你轮廓看一下啊，轮廓。明天他明天来我们店里看。嗯，谁啊？李雷。来，老板。先叫四万吧。看到吗？整个轮廓，到时候拍一遍。整个轮廓已经出来了，老板看到吗？转一圈。今天最值钱的哪里在刘海？这是老杨客啊，这不是沙宣客啊。老板，你不要看他拉法片就是沙宣啊。那边点，好，这边我就拍不了。右边的是炸起来了啊，不是，那个右边的是干了啊，左边的刚剪的啊。来，感谢老板，18000了，可以点到38000了。大哥，我刚剪，你看，没千万不能，我刚拿你看到。来，这一根头发就要考虑它的重量落差，先设定落差，老板，先设定落差。切口转换为垂直，来，这太长了，打化成再收一遍啊，老板。底座太长了，要从再收一遍打化，在原来的位置。切口变成垂直，缩短下方，其实拉小片跟大片的区别，大片会难控制一点，小片它会好控制，就凑一片两片是没什么感觉的，老板，只要你不喜欢找引导线的人都没有问题。你们是不是从来不看到老杨这么剪的话，有点别扭啊，老板？是不是老板？啊？老板，咱说点有用的啊。随便他说说。都是说谁厉害，谁厉害。技术的东西啊，没有谁给谁厉害不厉害，风格不一样，认风格不一样。对，喜欢谁的看谁的就可以了。对。我说底座还在收一遍啊，他底座还在收一遍。刚刚我们是在圆，就是说白剪了个圆，老板可以吗？这个圆剪的可以吗？你看这个圆剪的可以吗？因为还在收啊，这是底座，还在收一遍。来，水水发财水，这一边再收一遍。用剪连接就是脚的问题啊，老板。就是要不断去收脚，不像我们大法片就一次到位了。
减层次逐渐的提高就可以了。就是小法片它有很多点位要去走，就一个堆积不然很简单的，它需要很多位置角度啊切口啊去找它，听懂吗？来，这个是最好的机位啊，这种方格不适合你。这么风格不适合我。老板还是做自己吧。不是做自己啊，那我想这个套它需要这样去剪，我不需要。而且这盆本来老板本来这盆本来就是一直我剪了一直都在剪的东西啊。拉法片的时候你们说不拉法片，不拉你不拉法片，你们说我不拉法片，拉法片的时候有点不像我风格，是不是一直看不到？这样剪太繁琐了，还是以前那样剪法好。那没办法呀，老板刚磨了多少脚没看见。在原来的位置提拉就可以。我是很少用这种方法的。这个机位好吗？现在是不连接吧？是连接的，老板啊。来。挤这种头发干嘛？就是不断不断的。这边太暗了，你起码再过去，再过来，再过来，再过来。我看一下它落差度。这个待会儿还得打包，要修饰的啊，要修饰的。剪连接的，它修饰是少不了的，老板啊、嗯。来，我说底座还要再剪，看到没有？它底座是长的，因为是女人很多剪，手会变了，持续跟后面干嘛走圆。以前那样剪法比较好看，老板。所以说头发居然剪连接，它肯定是繁琐的，就各种去绞去磨。哇，这么多老板。来，既然老板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来给你们发个福袋。各位老板晚上好，咱们直播间每天分享短发裁剪，有问题打出来啊，各位老板。老板，因为我刚刚我剪的是一个是连接的，所以它很多地方需要磨啊，是不是繁琐了一点点，老板？是不是没有我教你们那种简单粗暴的快很多，啊？这是全是连接的，老板。你来的太迟了，不迟啊，老板。来看一下。这个堆积。嗯。杨老师今天怎么了？剪的不顺手，不够丝滑是吧，老板们？是因为你们看我剪那种大片剪习惯了，是不是？嗯啊。虽然拿个小法片，你们有点不习惯。还是要剪结构去量，这样太麻烦了。嗯，很多老板想看，还是喜欢你看你大片的。今天呢，你知道我整个头发全是拉起来剪连接的。哇，今天吗？学不拉法片，老杨又开始拉法片。不拉，老杨不拉啊。我们都不拉，今天只是给你们演示一下拉的一个感觉啊。就怼一下那个黑粉的嘴。下次他们讲。哇，杨老师，你这个剪刀划的好丝滑啊！你要给他们纠正一下。湿发打包。对。贵超短发的形体看到了吗？这个结构可不可以？可以，各位老板，可以吗？各位老板，来，咱们右下角点赞点起来，把咱们热度做上去。感谢各位老板，没有分享直播间的分享一下直播间啊。这款超短发咱们在现场也是天天都在用的，你看这个鬓角够不够精致？
哇，这只小哥娘的下巴现在结了妹妹。对，他的下巴变长了。好尖呢。嗯，下巴变长了。可以吧，贵？嗯。可以。可不可以？可以，大概可以，老板。我同事都已经报名7月20号西安课程。哎，你不是23号在杭州？在杭州啊，在杭州。忽悠人了吧？老板，你是不是骗我？啊，你是不是在骗我，老板？可以，大概可以，老板。什么角度？可以吗，各位老板？漂亮，漂亮，精致，对，很精致啊，各位老板，妹妹，特别精致，真的很漂亮，嗯，是的，可以可以，你看直播间700多位老板都说可以，来可以的点个关注好不好？没有关注的点个关注好不好？各位老板，吃饭没有？小伟哥，你要请我吃饭吗？我今天一天没吃饭，啊，干了一天现场，我不知道你们忙不忙。我今天忙了一天，感谢关注啊，感谢关注，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啊。咱们直播间每天分享短发拆剪啊，是。好的，小伟哥，我在店里等你啊。跟亲姐一样好。只是商业发型不前卫。发老，细节小。老哥，你想看前卫的是吗？前卫的，过两天好吧，得有前卫的 model 才可以剪前卫的发型。没人找我理发，啥意思啊，小伟哥？不会的啊，不要急啊，各位老板。当没有人找你们的时候，就踏实的学习，不着急。我们认真服务好每一个客人就 OK 了，好吧，各位老板，不要焦虑啊，好好服务客人，该来的总会来的，啊，不要着急啊，各位老板。感谢老板的关注啊，是的，看，多看前卫的。老板看一下啊，剪头顶。嗯，来继续看头顶。头顶剪不好，老板看一下啊。今天杨老师教了我一招，剪头顶。来，你把他头顶没剪起来，今天他，我给他剪了一下。包总，嗯，来，你看他的头顶，让我给他剪蓬。就这里。他说报西安你的课程3天4夜，应该不是7月20号的。来，老板看这里啊，老板看这里，老板来看这里。来，3天4夜，他在忽悠你了，怎么是？我们是4天起步啊！来喂，我们剪头顶，很多人剪不起来，看一下啊！来，老板，你听我的，你连续在咱们直播间看上把技术学会，你就不会倒闭了。老板啊，看一下啊，这是三角。把电转了就不迷茫了。多看技术不迷茫，各位老板，技术永远是咱们的铁饭碗，不要看这个看那个营销啥的没有用，对，把技术做好才是核心。来，一个三角，两个三角，来，各位老板，头顶是一个长方啊，来，我站在头顶的位置给你们看，来，分成三角，这招也是非常好用，各位老板，嗯，导师班才会教的。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啊，没有分享直播间可以分享直播间，电子转了去杨康这里学习。好的，老板，等你啊，等你。先学，学了就不用转电了。画 Z， 嗯 ，W。老杨要剪错乱的，是的，老板。阿威应该是阿威老板。感谢关注啊，杰成在香港，你在香港吗？香港市场好不好，老板？你是做美发的吗？感谢分享直播间。啊，老板，看一下啊。来，能看到这个头，能看懂吗？能不能看懂？能看到打看懂。3路18弯。能看到打看懂。来，各位老板，看好了。好了，你就上一下。好的，麦当劳。上什么链接、啊？说链接，剪刀、吹风机哦，剪刀、洗发水、剪刀、洗发水、都看得懂。对，感谢814位老板，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啊，跟你们分享一下头顶剪不喷怎么剪。来，各位老板，头顶怎么喷？怎么剪不喷？来，各位老板，你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剪的头顶老是站不起来，或者是不够蓬松？
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好好看一下杨康老师的这个 W 形状，好吧，各位老板，来，你们没有关注的关注点一下，左上角有福袋，右下角点赞继续啊。7月24号阿亮啊，7月24号，感谢各位老板，来看好了，这个杨康老师准备放干货了，准备放干货了啊，各位老板，顺便跟大家提一下，咱们右下角的有4个链接，不沾头皮的黑油，还有一个护卷素，还有一个洗发水啊，还有一个剪刀。来，老板，嗯，来看一下，这是不沾头皮的黑，这是我自己品牌，不沾头皮的黑油，我们要自己拍啊。里面是何时候啊？里面给你们不沾头皮，20分钟就上色了，全白发，对，全白发，什么染完后不发黄，不染完之后不发黄，不发红，不发紫啊。我自己的品牌，自己去拍啊。对，你们点到50000，我们开始剪剪这里啊，各位老板。来，这是护卷。点到50000，你们自己去拍啊。这是大棚洗发水，这大棚洗发水是不伤手的，不伤手的大棚洗发水。来，超声波的洗发水，我自己的啊，老板，我自己的品牌啊。洗发水是不伤手的，而且是高泡沙龙，是淡淡的栀子花香味道。黑油是不是黑油是不沾头皮的？是的。嗯、来。卡了吗，老板？是不是一下单下拍卡了？来继续啊。洗发水是不伤手的，老板。香脂大桶，我们已经卖了是口碑百分百，对，好，不能说那个。而且当然，黑油是不沾头皮的，20分钟就上色了啊！来，很多人剪超的话头皮起不来，子怡会，子怡你看到过这个头？来看一下，剪超短发头顶起不来，来看一下杨康老师怎么剪。在某抖某音拍啊，各位老板。来，老板。来，各位老板看一下，看一下啊，三角，这是宽面，这是窄面，能看到吗？这个发片是一个三角形的发片，一边宽一边窄，能看到吗？来，这是窄面，这是窄的，这边是宽的。来，能看到咋看到？嗯，这是窄面，这是宽面，能看到吗？来，能不能看到？这是窄面，这是宽面，能不能看到？来，嗯，看好，看到，我们剪要剪窄面的位置。子怡，录了，来看好。子怡，来剪窄面的位置。他这个不行。窄面是短的。窄面是短的。嗯。宽面干嘛？是长的。来，这一片剪完了。短跟长。来，咱们转过来。来看这一面又是什么？来看这一面又是短面在这边。这个是导师班的内容啊，各位老板，学到就是赚到啊。来，老板，我这样剪会不会有错乱感？有的打个有。会不会有？或者打个有。有，有。有很多老板说有，来，看好，继续这一次，你要干啥？过去，没有导线吗？没有，怎么会没有导线？这个可以要导线，可以不用导线。有一导线，有另一导线。善缘，来，老板看一下，这是偏偏不连接吗？嗯，哦。片片不连接，片片不连接。它每个区啊都是独立的，你看到没有，各位老板？就是窄的那一面短一点，宽的那一面长一点，各位老板。你们明天找个头模试一下。长什么感觉？来，走的没有在直播间是不是错过了一个？对，看缘分，老板，这怎么能看缘分呢？来看一下放下来什么感觉啊？好吧，各位老板，两边要不要剪掉再看？我把两边剪完再给大家看，给他们留点悬念，好不好？各位老板，留点悬念。要不然就走了。嗯。来，老板看一下。
从镜头看一下，来，来看一下什么样子的，看一下，长短不一，看到没有？没有结构，有长有虚，有长有短有长。对，嗯，之前听说过，第一次见识到。来，这个跟竖的，它哪个交叉感更大一点？这个肯定交叉，这个交叉感大一点。对，来看一下啊，两边侧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剪？竖的就填满了。沙宣以前也有这技术。对，来看好。来看好。下次剪同款怎么办？头顶都可以去做了。拼切口会咋样？拼切口跟平时的一样的啊，拼切口应该是方的。放床前面。短发、盘发分区经常用，盘发分区。就你剪的每一层的话啊，有两种。如果说年龄大一点的客人，尽量程度干嘛？尽量把耳朵露出来，就是剪。各位老板，就是剪，就是年轻一点的，落他的落点可以落在什么耳垂的位置。如果说年龄大的贵啊，尽量把干嘛？把耳垂露出来。所以小姑娘嘛，我们尽量把什么？把它干嘛？落在耳垂的位置会柔一点。他整个头这区这边都是连起来的，那么。好，来继续下一个面，各位老板，最后一个发片了，最后一个大发片了啊，各位老板，等一下，我们期待一下后面顶区的效果啊。我们可以干嘛？一把吗？但这个长，这个一把剪完，它会下面会干嘛？会长。你们有问题可以打出来啊，各位老板。下面会长。你这一把老外看得懂吗？啊？我说你这一把剪的老外看得懂吗？他这边会长。下面会长。再单独拿出来。就它长度啊，这一片你们看懂吗？进来看我直播都看得懂，这一个大片的一下就结束了。对。这种剪法还原度会好吗？来，老板，看头顶，很明显看头顶。感谢这个阿勇老板送来的啤酒啊！感谢感谢。阿勇吗？阿勇。不是这个，是此阿勇非。为阿勇。非对。阿勇。嗯，还是这样剪看着过瘾。杨老师真是无私奉献，毫无保留。主要老板能不能头顶能不能起来？你来看一下，看一下他头顶的这种错乱感，好看。可以吗，老板？感谢老板送来的人机票啊！感谢阿勇老板送来人机票啊！已经起来了，你看这还没有吹呢，老板，这还没有吹。郭老板，看一下侧边的感觉，超短发的这种感觉能不能起来吧？可以吗，各位老板？很可以。经常剪超短发的是懂的啊，经常剪超短发的肯定懂。头顶做反曲线。对。等一下，吹干给你们看一下啊。来，老板，是不是刚拍了？嗯，我拍一个试的。阿姨，找一下，在哪边？抬高点，抬高点，对。嘿，总有不服的，不服去现场。谁呀、啊？
没事。再转一下。我是觉得这款超短款蛮好看的。挺高级的。转，转转。做点设计的，对，就把他那个做点设计的。各位老板看懂了没有？看懂了没有？有没有没看懂的？可以吧，魏老板，东西给我。好。来，在吹头发的时候给大家介绍一下，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介绍一下。这个什么东西？介绍。那个你给他吹。黑油。你让那个谁吹，让他们吹，让子毅吹。老板，这是黑油啊，很好用的啊。让子毅或者善宇吹，你来介绍。来，郭老板，他们说的话，我徒弟他们说的话，我来这里介绍一下啊。这个黑油是不粘头皮的黑油啊。刚刚有老板已经拍到了。不粘头皮，而且不粘头皮，全白发，就是全白发。不管是全白发、除一发、二十毛就算是，上着的这个自然黑啊，老板，它这个自然黑看到没有？自然黑何炅，它是二十分钟就上色，四十分钟它都不长头皮的黑，给他看它的尿，来，450毫升的尿，男的可以染十几个，啊，来，这是黑油，这是，而且它味道是个淡淡的。味道很清香的味道啊，这个就是老杨的黑油，大家记住了，它不粘头皮，20分钟上色，掉色会发黄吗？不，而且掉色完之后不发黄、不发红、不发紫，就它染完之后它不会退出发红、发紫、发红，它不发，就是不会褪色是吧？啊，20分钟它就上色了啊。嗯。我学不起课程，天气没有啊。我们这边，如果你订货量大的话，年底只要在我这里消费超过3000块钱的，年底我会给他安排一期课程，在我这里凭你的单号，有老杨消费超过3000了，来这里，老杨送你一期课程啊，来年底会送你们的啊。哇塞，你的意思是什么？再说一遍。只要在我这边超过消费超过3000块钱。年底超过3000你就送。对，年底送什么？送一期课程。送一期。对，送一期课程啊。是5天的。5天的。对，剪跟烫。我的天哪！我会请老师跟我一起上，我们两个一起上。所以说，黑油去哪里拍不拍？再来这里拍，老杨还让你学习啊。哇，那大众洗发水，一个月上个月卖了15万，15万桶，6月份卖了15万桶，大家老板去哪里拍也是拍，老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了。这个大同洗发水是4.2升，足足的4.2升，很重，里面全是料，不伤手，有里面有棕榈仁油，而且它是栀子花香，我不推荐了，反正你们去看一下，我4个链接，每个链接都超过，有些刚上链接都是500单了，500单就用每个人排12桶，我都买了有1000了，啊，没事，老板再攒着，再攒，攒3000，听我讲啊，攒到5000，3000啊。就给老杨去学习了啊，知道没有？啊，来那个大总，哎，你去拿个碗过来。老杨这大桶洗发水不伤手，而且里面放的全是什么料呢？全是热料，不放。60块钱几桶？啊，60块钱2桶，你们拍6桶跟12桶。拍6桶的。不好了，12桶有那个运费险的。黑油沾整巾吗？不粘，不粘，洗干净就不粘了。老板不会褪色啊，托尼不会褪色。这边一桶，它味道是淡淡的，这味道是淡淡的栀子花香的味道。对。没来，早知道就一次性买3000了，就不用报课了。来，你看这个料。来看一下这个料。你看这料，都倒不出来，全是稠稠的料。2泵就可以洗到很多很多了。全是料，老板不加水，老杨做到挨家挨户，无人不晓的大包邮吗？你拍一下啊，拍一下，偏远地区不包邮，正常的地区全部包邮啊。包邮这个料，第一个不伤手，不伤手是里面有棕榈仁油，老板，棕榈仁油。你们不要拍12桶的啊，12桶的不赚钱啊，拍6桶的就行了，不要拍12桶的。12桶不赚钱。嗯。就老杨给你们快递啊，给你们快递啊。对，这洗发水一看就是高泡。是的，老板，把。好，我来去。
那个来给大家看一下剪刀，好吧？拿出去，我去拿那个，去你了，去了。哎呀，怎么拿到了杨老师这个6万多米的剪刀？不能拿这个，换一把。AG 那个某斗某硬派啊，某斗某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杨康老师这把剪刀，他是跟随了他6、7年了，他用这个剪刀做了一个这个剪刀，各位老板，就是咱们链接上的小黑剪，是我们应该是这几年年度热卖的一个小黑剪，前面有 A31 的一个 logo 啊，各位老板，后面有我们的一个 VG10 的一个材质啊，5.5寸的，高铁是都可以带的啊，各位老板，这个剪呢我已经用了两年了，各位老板，它这个尾啊，它是可以拿掉的，也是可以，它是双尾的啊，另外一个尾拿掉了。双尾的设计啊，我平时喜欢用一个，所以说我就卸掉了一个啊，左右手都可以啊，各位老板，左右手都可以。这个洗发水好用吗？好用吧，应该是包好用的，各位老板，你去拍，大胆去拍，放心去拍，我店里面用的，我也是在这里拍的，老板，我们店里用的全是这种。有的小朋友还说想直接带回家呢，我说你带个空瓶子来，他们都一瓶一瓶灌回去了。那个梳子给我来看一下 这个剪刀中间是双刃的，两边是单刃的。来杨康老师你划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划出来的时候它是没有那种顿挫感的，对，很丝滑啊。对，指环多大？东东的手指已经够大的了，东东1.85米的人，对，他都可以用啊。1.85米，如果你手指也超短发，你必须要这个滑剪，没这个滑剪它的这个竖条状，因为它剪的时候，你看它收紧面啊，需要这种处理。郭老板看到吗？你看很顺，用牙剪、胖胖剪是做不到的。大周，你这个颜色染得好啊！这个颜色染得好，这颜色，妹妹这颜色好看吗？沐浴的，沐浴的啊、哦你褪色了没有？褪了吧？没有，就打了个底。你看你啊、哦，这个颜色漂亮。做几根挑染就绝了。感谢老板支持，该拍的去拍啊，不要拍12桶的啊，拍12桶不赚钱，12桶不赚钱。对，你就拍6桶的就行了，稍微赚一点嘛，让老杨稍微赚一点点，不要赚太多，好吧？拍十二桶都是。拍2桶的赚的会多一点啊，你们可以拍2桶的。下了12桶。你不要下那么多，老板，那真的没利润的。快递费他妈干了我100多块钱。因为越重，那个洗发水越多。而且又便宜，又快递费又贵。我要拍2桶的。好的，老板，你就拍2桶的，让我们赚一点钱，好吧？快递费还少一点，主要是快递费。我让所有的挨家挨户都用上我的大同洗发水。我告诉你们，用完后直接好，记得给好评，老板。好用就是好评，不好用直接干嘛？找客服，好不好？你看老杨真不真实，老杨从来不刷差评的，知道吗？找客服，好吧，老板。我这都是烫过的，有点自然卷的感觉，这边。烫过的啊。有点拉过的感觉，走吧。嗯。拉过，你看，你看。那一块没有灵魂。对。拍2桶试试。好的，老板，感谢支持啊，感谢。洗发水放心拍啊。啊，你放心拍。哎，没问题。它是高泡洗发水，不伤手。嗯。里面有棕榈仁油啊，它不伤手啊，各位老板，你家小技师洗的也不伤手。对，沐浴染是最好的，泡泡很多的。对，沐浴染，你看我们的模特，你看这个都是用那个洗发水沐浴的啊。超短发就滑脚滑一遍就可以了。感谢老板支持。肚子好痛，我昨天是这里很痛。那我今晚上吃了东西。嗯，吃块东西了。谁呀？啊，老大，我肚子痛，把你那个药给他吃去。我有药。哎，这么多人拍汗毛推了强迫症，等一会儿，等一会儿。说的那药可以吃的。这个洗发水啊，确实好用啊，各位老板，就是没有中间商，没有差价，你们大胆去拍，放心去拍，
不要拍十二桶的，再跟大家讲一下拍十二桶。来，你看，对，刚才头顶就起来了。来看一下头顶。乱就起来了。嗯。剪刀怎么样？剪刀我用了两年了，各位老板，一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换新，好不好？剪刀是我一直用了十几年的剪刀，但是欢迎去拍它。对。两三百块钱，觉得对得起。你卖了四万把了。对。杨老师，反正他直播间的品啊是对得起良心的，各位老板，你们自己去拍啊，成本都一百多块钱，对，那洗发的成本都十几块钱，大家看到了，成本是十几块钱，我还去包邮给你们，那就没什么钱。超短发的刘海不要剪，干嘛？太僵硬啊！如果剪太僵硬，它整个头就很死很僵硬。就是不能剪太齐，这个意思啊。对对对，各位老板听到没有？不能剪太齐啊，超短发的刘海。嗯。小黄油，来，刚刚老板你问剪刀怎么样，来近距离给你看一下啊，近距离看一下，来，我剪完之后结构没有动啊，老板，5.5寸啊，有任何质量问题给你换新的啊，给你换新的，老板，有质量问题啊，你找你进入你进粉丝群啊，可以给你换新啊，感谢关注咱们直播间，每天分享短发啊，各位老板，整个头没有通过结构啊，我连滚梳都不用，因为回家洗完就处理干就可以了，听到没有？我连滚梳都没有用过，老板，滚梳没有用过啊，我就干嘛，我就把内部，我就调了个内部的量，哇，我们明天那个吧，啊，明天烫啊，该怎么弄？来给我。在哪里换？在这个，你看一下这个白色的图片啊。对，不能不能照那里。看见没有？白色的那个上衣的那个啊。来，东进介绍一下课程。这是什么颜色？它就是一个棕，就是一个棕色啊，打个底的一个冷棕啊。这头发适合这个脸型吗？对啊。你说适合就适合吧，每个人美感不同啊。老板看一下，可以吗？就像穿衣服一样的，对吧？你喜欢长裤子，我喜欢长裙子，对吧？但是都可以啊，比较生活的啊。我到时候可以拍这个片。嗯。这个纸币，然后用相机。他这个要用相机拍，他这个。好。他这个要用相机拍。可以吗？请。可以的，他这个要用相机拍。老板，怎么跟你们说呢？屏幕上这个是现场需要的东西，嗯，只能说是跟你说是，你懂的人自然懂。我剪完之后连结构，老板，我懂的人我也没办法。剪完之后我没有用过滚梳，第一点，第二个我没有用过滚梳，我整个剪完结构，我连打薄只用了滑剪，可以吗，老板？这行李不可以吗？老板，这种行李不可以吗？你回答我，你好好耐看，你再深思熟虑，先看三分钟再评价，先看一下后部的感觉，头发就有点烫过感，但没有关系。来，老板，没有关系的，客人喜欢就完了，天天做现场还不知道吗？对吧？对，客人喜欢就完了，管他们呢，你们不喜欢不重要，客人喜欢就好了啊，喜欢就喜欢，不喜欢就拉倒。那觉得可以打个可以。嗯，不解释，好吧，不解释。老板觉得可以打个可以。对，看到了，有灵魂。看到什么？对。你看到啥了，老板？中国总有那么一批男人啊，是不喜欢女人剪短发的，知道吗？刚才说这个，所以说问这批人啊是没有结果的，杨老师，不要问他们了，问他们干嘛呢？客人喜欢就好了，客人愿意花那么多钱，愿意花880就好了呀，对吧？你看着整体可以吗？可以，你看整体的感觉，可以，头发就是灵魂，对，妹妹好看吗？你看一下就很。嘴巴会打开，告诉你，能不能点个关注？对，你看两妹妹，你这整个没有关注可以点关注啊！明天还有，各位老板想不想看？但他刘海就空的，就觉得他刘海很高，你就觉得他刘海。老板，我不给你强词夺理，有啥强词夺理的，对吧？不用跟他杠了，跟他杠了。没跟他杠，人我剪这个头发，人愿意给我钱就完事了，老板。你不喜欢没有关系，不影响客人给我米就好了。各位老板，结构，今天最后一天啊，明天这是结构，来叔叔看一下，抹的是小黄油啊，小黄油，
你看这个毛巾这样一拉，七月二十三号还可以加一两个人啊。七月二十三。抹的小黄油啊，这个叫什么？神油。抹的神油，来我给。对。我给大家看看还有没有康氏神油，康氏神油来给大家看一下。五号链接啊，自己去拍。刚刚那个乱的好看，你用单反拍，你就给它抓乱一点好了。那个，大家拿了手机，你介绍一下这个，看一下。没有，你不要动，你不要等一下，我们要拍个视频。这个是导师课程啊。那个，大家拿手机，你介绍这个东西，我送。啊，介绍什么？对，你们可以去拍五号链接。你给他们介绍一下。嗯，可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杨康老师的黑油，好吧？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杨康老师的一个黑油。就是我在现场，我们是天天都在用的何首乌的啊，大家都知道何首乌，它的营养成分也是比较好的，也是不会伤头皮的。各位老板，它里面啊，它里面包装也是比较植物系列的，比较也是比较一个传统的一个包装，不粘头皮啊，不粘头皮啊，不发黄不发红，不发黄不发红，继续说呀，不刺激。淡淡的何首乌的香味，你要笑死我了。各位老板，我们都是非专业人士啊，我们都是做现场的，只能告诉大家啊，我在做现场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味道给客户的体验感非常好，它没有什么味道啊，没有什么味道。各位老板，如果说啊有味道的一些黑油啊，给客人染在头发上啊，是很难受的，对不对？你收米也不好收，但这个啊就性价比也是很高的。对，老板，你看一下，现在是多少钱？现在是48.8。四十八是一盒还是两盒？一盒。我看一下啊。是不是一盒？拍一发二。拍一发二是吧？对，相当于24.4啊！我的妈呀！24.4是吧？你再回去染个头发，不得赚疯了？对，之前我进货的啊，这个至少45一盒。我不知道你们进了多少啊，45、55一盒，我不知道你们进多少。现在是在。现在这个啊，对，同样的品质，没有中间商，我跟大家说一下啊，对，没有中间商，各位老板，相当于什么？杨康老师是直接从我们直接从厂家直发的，各位老板。直接发了，你们拍了啊，拍了肯定是有收获的，各位老板。而且什么，你在我们家拍，你定好你的单号，定好你的单号，满3000米啊，各位老板，满3000米，我们今年一直到年底都会带我们自己的品，都会带我们自己的品。你们满了3000米啊，你们可以干嘛？学习年底的时候给你们安排一期课程。我的妈呀，我还不如直接买3000的货了。五天的老板导师课啊，杨康老师的课程里面是减烫染长中短，各位老板全部涵盖了，各位老板给不给力？所以说你们自己去拍啊，自己去拍，这个不发红啊，各位老板。我跟你讲，拿了产品还能学习，各位老板，嗯，这个优惠给不给力？而且还是5天的。对，你们自己看啊，自己去拍。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是我们的一个高泡洗发水，高泡的啊。什么叫高泡？就是它里面是没有给你兑水的，有很多洗发水它里面会给你兑水，所以在我们洗头的时候，它很容易干嘛？洗不出泡，对不对？但这个啊，你放个2磅啊，放个2磅就够了。而且它不伤手，里面有什么棕榈仁油，对，让咱们保护头发的。不仅保护头发，它还可以保护头皮，让咱们的技师啊不伤手的去洗头发。对。你看我都洗了几天头发了，但我的手并没有那么干啊。对。并没有那么干。对。这几天因为我们沐浴啊，我都一直在用手，这几天天天染头发的时候，天天用，基本上手都是泡在这个洗发水里面的，因为很多时候染颜色，你即使有时候染不到位，你需要我们发型师自己去上手。那么这个时候，你看我的手，你看好多天，你看对都没有，你看这手都是染头染的啊。来，你看一下，它不会说是那么干的，各位老板，你们自己去拍啊，自己去拍。对。很多老板已经拍过了，我们现在每天它自动补货量大概在2000桶。
但是这个我不跟大家说太多，已经得到了抖音的扶持了。对，阿俊啊，一共3000米啊。对，就是好的东西，好的品质，我觉得分享起来是非常自信的。对，包括客人的孩子，或者是客人，高端的客人，因为平时我减饭是380，然后我的客人他们用完之后，我都有采访过他们，他们都是比较喜欢这种味道的。大家都知道，越高端的客人，他对这种气味啊、视觉啊，它是要求很高的。但这个啊，它的气味是淡淡的栀子花香的一个味道。对、啊。然后还有一部分孩子，他也是，他说这个他很好闻，我直接是拿空瓶子让他来灌的，让他们灌回去。他说这个好，啊，这个他们已经洗了很久了，我们店里面已经测试很多个月了，3-4个月了，各位老板。所以你们放心去拍啊，绝对自信。这个板块啊，我们是自己用过的，没有用过的东西咱不敢推荐，但是用过的东西啊，咱是非常敢推荐的。下方自己去拍啊，现在是多少钱？在这里。多少钱？多少钱？60块钱两桶是不是？我看上面没写，就写了个60。144六桶。啊，各位老板，你们自己去拍，自己去拍啊，自己去拍。啊，还有12桶的，12桶的话，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利润了。就是跑量、就是跑量，你们拍6桶的就可以了啊，不要拍12桶的，12桶的没有什么利润的、啊、对，你看因为它太重了，给你们包邮的，有一些偏远地区的是没有办法包邮的，各位老板谅解一下啊，如果包邮的话就要亏钱了，啊，基本上把中间商的这个利润啊全部砍掉了，各位老板，对，全部砍掉了，它的内料也都是非常好好好的内脏，各位老板，是的。已经拍照回来接了。护理放膜啥时候上？不急啊，老板。来，妹妹，我给你拍照。现在多少？直播多少人？拍完了你就可以回。180个人，老板。那个，我看今天卖这么多，老板。洗发水、黑油、剪刀。来。来给我，你要看看，我来拿着。来了，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老板。拿碗拿过来。碗在这里。拍了洗发水，给我讲一下、这个味道很好闻，特别是味道特别好闻。来，给大家普及，这是我的品牌，不是我的品牌我也不知道了。我为什么会做大同洗发水，你知道吗？因为我以前手裂开过，你知道吗？对，我以前洗干洗，像我这一辈的人都知道干洗，手裂，特别是冬天的时候。而且呢，我最怕是水洗，对，干洗跟水洗，大家都知道那时候用好的洗发水只能说干洗，干洗加洗钱嘛。对，我跟你讲，我以前不知道大同洗发水跟小同洗发水有什么区别，对不对？有些小桶的洗发水，老板，我跟你讲，小桶洗发水为什么卖的贵呢？它是热料啊，它是热料。什么是热料？什么热料呢？就是，它必须到蒸，就是把所有的成分混到个锅里面啊，这么大的锅啊，要升到90度以上，所有的分子才会溶解的啊。冷料就什么？它的成分、可能就3个成分啊，混搅啊，就是冷料，它是没有任何功效的。啊，就没有任何功效。嗯，就是30度就可以搅拌均匀，就可以炖出来了。啊，热料是必须升到90度，就是90度升温，这个就升温到冷却。嗯，它就要滑多少钱？它就要滑8个小时。你直接下去上。嗯，冷料一天可以生产10吨，热料它一天可以只生产3吨。哇，就同样的一个生产线。啊，所以为什么，冷料来你看，我们正常的洗发水是干嘛？是倒出来它就不会这么丑。你看。它出不来的，你看这里很稠啊，你看它不像水一样的，它全是料。对，这个料啊，我老杨为什么会第一步做，会做什么大同小水，因为这是挨家挨户必须要用的东西，你看到没有？看，全是料，没有水，有水分它就很稀的啊。对，你看，看到没有？而且它是不伤手，不伤手是里面我加了棕榈仁油，你看，不伤手是里面有加了棕榈仁油，老板，拿这个叫棕榈，在这里，在这里，哦，在这里，
中旅人又是不伤手，第二个它泡沫是很轻，老板它泡沫是特别轻，就高泡，只要碰到头发它的清洁的就泡沫很多，清洁的很强，然后它的味道是一个这个味道是淡淡的自制花香味道，是很多女人都没办法拒绝的味道，很清淡的味道。对，而我呢第一批确实说你看有差评，你看有差评，有应该有五六条差评，是一第一个是被别人恶搞了，因为第一天我卖了20000桶，第一天卖，那现在每天补单，每天就很多的补单，迅速的复购，就大家可以拍点东西试一下，就给客人用好点，是的，给员工好点，因为我们家全是因为我自己在洗头，所以说我对这发分品牌，我对要求是沙龙发分高泡洗发露啊，4.2升就8.4斤，8.4斤没有一点点加水，全是料，是的，老杨不对水啊，老杨不对水，因为这个品牌我一做就是10年20年，我让所有的法郎都知道，哎，老杨这个洗发水到位啊，是的，你看后面买的好评榜第一，每一天都复购，每一天都复购，对，所以第一个我这里呢给你们做了超声波，不用担心啊。我被我撕了，那这个有这个超声波啊，拿这一片超声波，我就是给你们吸上去了。有这一片超声波，3年之内有问题，找老杨，保质期三年，老板能明白。而且呢，现在就是说，接下来会很多人都会在网上买东西，对，薄利多销。对，我这一桶洗发水在外面卖60块钱，就这一桶成本，就是卖给别人45到60，就看谁卖啊。45到60这样的品质啊，这样的品质可能啊，所以你们可以拍20几块钱拍一个50-60成本，它的料啊，大家可以去体会一下，料不用去读书啊。对，就大家去大家放心去拍料啊，这个大门洗发水是的啊，你们有洗发头发吗？那个拿点水过来，你看啊，把头发梳一下给我，头发。对，刚才都有一个染发老师在给你们推洗发水。对，来，感谢啊，我跟你讲，拿过来。对，拿过来，那个拿点水过来，你看啊，这么多洗发水，来放点水过来给我。在那里水。水的不是，倒点过来，你看啊，老板。这配上壶里不是有水吗？不用，我现场给你们打泡沫。就拿个碗装点水过来。你看啊。对，倒进来，你看啊，倒碗，好。再来一点。没有。老板看一下这个泡沫，你看到没有？你看越打越多，泡沫越浓烈，你看啊，抬高点，为什么很多小瓶洗发水挤一滴就很多这么泡沫呢？哇，够了，你看拿个大点的盆过来，你看拿个那个漂粉盒子，对，老板你看一下泡沫，看到没有？哇，绝了，这泡沫真的是绝了，就是而且不好的老泡沫，而且你看这种泡沫还没有打完呢，有水再进来还要打，你看泡沫高泡，有泡沫才能清洁嘛，大家都知道啊，就像洗洁剂没有泡沫，虽然只要洗一遍就很轻盈，对，你看因为泡沫它可以把它这个功效啊，就是成分啊，可以快速的给它推广到我们的头皮上面，甚至我们的加了水，每一根的发丝。来，你看啊，你看啊，老板，你看这么大的桶，加了水，只需要加了水，加进来，再加，好，够了。老板，就那么一淡淡的一层洗发水啊。老板，全程看着啊。无剪辑啊，这是直播啊，各位老板。再加水，半桶泡沫了。对，加水，你只需要加水就可以了。加水，加完。看到没？哇！一点点泡沫就是多的一塌糊涂。太多了。老板，你看，就一点点，就碗里面一点点，就刚刚碗里面一点点，你知道吗？你看啊，我再给你们倒一点泡沫。倒一点点啊，看着，一点点，来，周总，来，看啊，老板看一下，一点点，来，你看就这么一点点啊，我再给它加进去，而且一点都不伤手，对，它不会紧绷啊，洗完头发，对，没有紧绷感，
老板看一下啊，全是泡沫。毛巾给我一下，我这里有。你看啊，我给擦了，给你看一下。你看这水。学商业的跟老师的必须要有功底的啊，学过基础的方圆三角。我这干嘛？我都不用去洗的，你看看。你要的手就很嫩的，看到没有？它不会有什么啊，洗完后会有紧绷感没有？我都直接就不用去洗。郭老板，你们看到不用洗？说这个大的小的数，我觉得数就要干嘛？我要常年去给大家案例，我要给他案例这个洗发水，就我要让挨家挨户都遇到哦，以后再也不怕洗头，让你们家小助理再也不怕洗头。让你们所有你的客人觉得哇，你们家，你让我们家每次洗完客人就哇，这洗发好吃，我们都干嘛说这什么？因为我们每个人买回去都干嘛都灌小桶洗发水，灌在小瓶里面啊，所以大家去拍吧啊！一高泡不伤手，清洁力超强。我是小瓶的量灌进去。我们在杭州，啊、小瓶量灌进去。来，第二个介绍第二个产品，黑油这个包装盒是何首乌，自然黑啊，老板是自然黑何首乌，自然黑何首乌。里面是450毫升，来拿着，给大家倒掉，给大家看一下，450毫升，来直接拿着，来，里面包装的，两包啊，两包，来，这是二号，这是二号斤，还有这个量，干净吗？哎，好香，来，继续，这是一号机吧，这是一号机吧，我是 B 号机，拿两个都是 B 号机，拿出来了，来。你看，去拿个二号机过来，一号机拿过来，拿个这给我，来位，一号机跟二号机，这个是何首乌这几个字不是乱说的啊，背过案的啊，里面确实里面有何首乌成分啊，何首乌成分、黑灵芝成分，里面有黑灵芝，我那个艾叶草、何首乌，里面真的是有的，没有这几个字不敢打的，打了我的抖音号就飞，一下就疯掉了，它里面含有这个成分，确实敢打何首乌。自然黑，染完之后来现场拆给你们看看，而不是这个拿新的，就是450毫升自然黑，一滴个它不粘头皮，15分钟就上市了，我们收出20分钟，15分钟它就上市了，15分钟它就上市，不粘头皮，不粘头皮啊，不粘头皮，而且它染完之后不发红，不发红，不发紫，是的，这个来我拆这个给大家看一下，来。这是新的，你们到时候它是有个包装盒，有这么一个包装盒。对。来，拿到是这样的一盒，来用盖子去区分黑白。来 ，A 号剂，看见吗？来，哇，好香啊！来亮。这一号就这样，你知道你闻到什么味道吗？臭不臭？不臭。有些黑油是很臭，有些黑油是什么？很臭，臭轮胎的，一点都不臭。老板真的不臭，臭轮胎。而且这个都是我自己的身上，这两个都是我自己身上的，都是我自己身上的。而且48，你们不要贪便宜啊！不要晃。老家给你们东西干嘛？都是给你们好。脚上去搅一下。啊，给你们。都给你们好了。嗯，给你抹一下，给你染一下，我也染个灰色。打死。来，我也染个灰。成分呢？有艾叶草、何首乌，有都是植物性的。第二个，何首乌自然黑啊，何首乌自然黑，这是我自己的品牌，这些都是我自己的。还有这个弹力乳，大家可能用的不习惯，这弹力乳啊，弹力乳，蛋白弹乳就催卷素，大家能理解吗？会用的就用啊，不用的再观察一下。现在很多人都在用了啊。对。这个弹力乳它能吃拯救什么细软发，它们好的。3段4段发它不好的，头发毛的，头发焦的，啊，用它来做你的护理。弹力乳有教程的 啊，有教程，我这一下子讲不起明白，你们可以拍完之后把教程发给你们，能不能？对，把教程发给你们，好不好？来，所以老板，黑油拍了，大同洗发水有没有拍？这晒这个有拍了吗？这两个大量去拍，相信老杨啊，基础款，所有卖家 F 都用到的，对 ，F 都用到的。好，这弹力乳大家啊，很多人用不完。我很多人不会用啊，很多人不会也看不懂。就是你怕软化不够的时候，你抹一点这个，它绝对会卷。啊，对，来，可以，给我，来把这收掉，大哥。哇，还这么多人，老板看见，好看，妹妹好看吗？
做头发也给你那个价格，好吧。来拍出来了吗？拍给我看。拍出来的感觉吗？嗯。拍出来的感觉。我们店没有白墙。他，你刚刚他拍怎么样？拍的是偏生活的。哇，这个鬓角。在导照片。可以吗，老板？我剪的什么？心理中。可以。我在杭州，涛哥，我回来了，这两天都在杭州。我本来去出去的，我的签证。你还适合留哪个，你知道吗？你还适合留哪个？这鬓角好好看。涛哥。下面长的那种。哇，洗发水卖这么多，黑油。涛哥，我在杭州，在杭州。我拿我手机给你看。妹妹，我给你看一下你那个视频，我给你看一下。妹，别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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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看你什么？好好看。你那裤子不烂，你知道吧？好看吗？嗯。哇，一百啊！辛苦了。就是你以前从来没有去尝试这种风格，就是你现在看你会越看越舒服，你的这种短头发。对呀、啊、对呀、啊，这里，来，拉起来，这鬓角让它翘点都可以。哎，这鞋子可以，穿个阔腿的。你看。你穿小一号，可以吗？